大家好，我是萌萌，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居家健身系列。同样，我为大家准备了两个动作，这样呢，您不管在家中还是在户外，都可以独立完成。首先，第一个动作，双手放置身体两侧，将我们一侧的腿向后撤至半步，然后向上抬膝，一、二、三，吐气。我从侧方向演示一遍，向后撤半步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接下来呢，第二个动作，我们做一个前后脚交叉跳，手在身体两侧左右摆动，不要同手同脚啊，交替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这样呢，我们把两个动作连起来成为一组动作，准备，向后半步开始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换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然后一、二，保持呼吸。30秒，这样两组动作就完成了。大家把两个动作穿插在一起，成为一组动作，我们一共做4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您还想运动，请跟我来下一集。